已经忙完了啦，眼睛都没了啊！哎，小心手别粘着它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干嘛呢？这个过天需要几分钟？要，要几分钟？ 这个盐都快了，嗯，就掰了哈，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再缓吗？缓，他眼珠变黑了就行了，眼珠是白的。哦，嗯，能还原是 OK 的，对对，能还原了可以。来来来，我去，哈哈哈哈哈。嗯，给你，来来来。变黑了就行了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啊，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哎，行了，哈，冒泡了。冒泡。是吧？看到，哎，哥，回去了，你看，活了。你看，这个要冷冻时间长就不能活了。你要保存110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冻那个脐带血啊，今年都冻那么40-40，知道吗？遗传基因都是用冶的，对啊，精子，这就是个原理。啊，行吧，真是天才，你看，好。上次那个鱼有点受伤，拧不掉。上次效果没这个好。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嗯，我也懂。我们冻鲤鱼、冻泥鳅都做过实验。嗯。